好，中间。然后大家的右前方，然后画识别证的同学麻烦。对，有点类似虎山。就是如果很早上面可以倒一点水，会又会积水。那每一种弹，每一种子弹那种弹孔都做。对，每一种子弹的弹孔，对，像那种步枪啊跟手枪啊。那请问这个是.38的还是九零？这个是九零。哦，九零。对，真的是。累死。哇哦，粉丝，好大的粉丝！一样手还是碰着？我这个妆真的很厉害，只可惜在播出的时候，没有碍于规定没有办法真的播出，所以今天就请大家来。好好的欣赏一下，对。当然都会。其实可能清洁过程会很困难吗？或是会有刮伤，或是会有什么这一类？再问下去。对，我们没有做到很内伤的那种清洁的时候，清洁他们帮你卸吗？哎，对，很麻烦。很麻烦，也要卸很久吗？对。没有，真的没有，就是老是说你就是要稍微有一点点力气，让那个颜色可以稍微吃到皮肤里。哦，原来你力气蛮那么大。就拍《剑士英雄》之后就变大。哦，有啦，有感觉到他其实有在收力了，但是他好像私底下力气有点不行。你等一下卸掉之后也是还在。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精彩哟！这波奖金圈你指定的慈善机构，请拨电话或电子邮件苹果日报网站或 APP 的爆料专区，你爆料我捐款。